贵客请稍候。把咱们撂这儿做什么？一个个凶神恶煞的，连碗热汤都没有。阿父，林不疑本就是这样清冷之人，但未曾想到，连府邸都冷冰冰、阴森森的，这根本就不像府邸，像军营。可为何连个女娘仆妇也没有？你不是女娘吗？吓我大跳！有你一个便够了。林将军有伤在身，怎地还特意迎将出来呀？快坐下歇歇。总是卧床休息，难免烦闷，所以出来透气。不知程将军，您来做什么？啊，林将军搭救了舞女的性命，理当登门拜谢啊！哈哈哈哈。陈四娘子，你们坐吧。不坐，不坐，阿福，快！哎呀，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，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。少商，还不快谢过林将军？多谢林将军，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。若是想要保重身子，就不会救你了。这林不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？还不是你非要来。走吧，阿福，我们赶紧走。撤。林将军既有伤在身，当多加休息，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。父女。阿福说错了。令。韦夫人备下谢礼，已命人送于院中，告辞。也不知是否是阿父的错觉，只觉得林不疑今日看阿父吧。尤其不顺眼，句句似的瞧我，还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。不是错觉，从他见到你开始，脸色就极其不好，说话也不甚好听。阿峰，你是何时得罪他了？这倒是文人相亲，谁知武人也相亲，只怪阿父啊，为人太过优秀，连他都嫉妒。我明白，阿峰，我们快些回去，否则我腿都软了。程娘子，程将军。请留步。方才我们少主公发现了半枚玉佩，想必是女公子无心落下的，只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另半枚，所以还需劳烦女公子回去一同找找。这就去找。哎，听闻程将军力大无穷，在军中可以以一敌十，吾等还想向程将军讨教一番。啊，梁清小将军，家中还有琐事要办，改日，改日。娘娘啊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啊。啊。你行的。以玉佩要挟，林将军此举非君子所为吧？你就这么怕见我吗？来探个病，还要带着阿福来壮胆。我为你牵扯旧患，你竟连来探个病都不情愿。林将军的伤还痛吗？你只问我痛不痛？不问我是否有碍于公马吗？不痛便好，能不能上马拉弓，这有什么要紧的？那日在华县，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。
你当真有些许特别，少主公。少主公，太子殿下率豫昌郡主来探望少主公。豫昌郡主。 林将军，你今儿有客人来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的玉佩。太子殿下到。子胜，子胜见过太子殿下。子胜不必多礼，单见说你伤势严重，我赶紧来瞧瞧。我也是看学生少伤焦急，误以为将军伤得严重。 林将军，不会怪善剑打扰吧？若我觉得打扰，你就不会来了吗？善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嘛。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，特别是玉昌，更是担忧的日夜难眠。这位女娘是？曲林侯陈氏之女陈少商，见过殿下。 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。少商妹妹，你被退亲时，我日日为你忧虑。如今来探病，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？今日来见林将军，是为答谢救命之恩。你若不信，大可问林将军。没错，我是为他而杀。 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，行亲近之时，赖贴上去，假缠不清。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吊进湖里去。谁假缠不清，谁赖贴？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，有何不妥吗？哼！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。 我家婢女，在城市货栈旁的僻静处见到过，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妖，也非你阿父。你胡说！王娘子，那位男子应是在下。那日程三娘子也在。 不过有事不曾跟来，在下未失代传音信，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，有何不妥吗？有的人啊，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，便见谁都放他。我与袁公子，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，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。林将军，保重身子，我走了。 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，改日擅见自护将车骑将军要说法，告辞。哎，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，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？哎呀，子胜，这不过是场误会。子胜，你的伤可请孙医官看过。不必了，我伤筋动骨不要紧，我想殿下。 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，去瞧瞧她的眼睛。双目盲症，不智慧瞎。来人，送客。你们，哎呦这！哎呦，何必呢？这是何必呢？都是亲眷，不要动怒嘛。你，子胜，我。 哎呀！
皇兄这是要去何处？发生何等大事了？如此慌慌张张，岂不失仪？玉昌被子申气得心碎，我怕他做傻事。你们赶紧进去，我去追他。第一长子又如何？穿上龙袍也未见像得了太子。三皇子，少主公刚歇下，请容我这就去通禀。他去歇下，我等就不进去了。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，劳烦顿给子胜服用吧。是。